各位好，咱即马开始上课哈，大家请起立。今日大家请坐。啊，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啊，也袂歹哦，敢那精神袂歹吼。哦，袂歹，因为即马天气较凉吼。哦啊，以前吼，啊，要一个月前要作热吼，咱遮有诶房间大部分拢无冷气嘛，吼，啊，所以可能以前拢睏较无好。我若看第二天大家拢咧下雨，啊，无咧度久啊。无紧，啊，即摆天气安尼，恁即个时阵来上拄好吼，也袂热也袂寒吼，蛮舒服的哈。好啊，今仔我有入去看新闻吼。啊，各位报告一个消息，算袂歹款啦，对咱来讲袂歹。马英九第九届互牵鞋啊，哦，所以真好记啦吼。马英九九拍的总统，互牵九摆鞋啊，哦，这伊的历史定位，吼，哦，咱已经甲定位就是安尼。迄，那个小布希，哦，去当当迄个伊拉克。有回教的一个，嘿，那个记者甲牵鞋啊，吼，为啥牵鞋啊？煞变一个，伫台湾即马变做全民运动，哈哈。啊，所以你若知马英九可能要来对咧附近，你拄啊伫附近吼，啊，你鞋啊唔好穿伤好个啊，迄肯定有只用望去吼，是嘛？即马中华民国的警察局吼，哦，要百几领迄个鱼啊、鱼网啊，拢咧网去。人鱼网也是咧网鱼啊呢，伊即马咧网鱼啊，嘛，哦，本来咧网鸟对啦，也是网鱼啊吼，好，来，啊，等我时间的关系，讲无了，迄个秘书长借这个时间吼，啊，即马以这个时间闲话对啦，好，啊，我即马甲讲完啦吼，台湾是一个未定的防空母舰吼，啊，这是麦克阿瑟讲的，即只吼。炸弹阁下较侪，就炸袂沉啦，吼！啊，因为咱这个地理吼，是太平洋真重要的一个所在。尤其你南洋要来到东北吼，东北亚，拢爱经过咱的台湾海峡，吼，啊，无就经这个咱的东海外外海遮，吼。啊，所以这个交通足繁忙的。当初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迄个。日本军吼，甲赶出去菲律宾的时，这是伊一世人做兵上苦力的时间吼，所以有讲伊要阁倒转来，啊，所以当时开始咧反攻的时吼，中途老师迄个海战了吼，日本的航空母舰有四架，伊有美国五点名，日本煞剩两架呢吼，啊，这个。时间点，罗斯福总统要阁选连任，啊，迄阵的战略就是，迄阵太平洋战争主要两个较重要的将军，就是一个麦克阿瑟，一个尼米兹上将。罗斯福甲邀请伊两个去伊的办公室，甲问讲，
啊，过来咱要咱的战略是变哪整，变哪拍，把日本拍败。好、哦，尼克买的尼米兹是甲讲，咱爱来拍台湾，把台湾退落来。啊，过去拍中国沿海和、哦、福建遮占一个滩头堡。啊，这水平线你甲掠，迄、那个纬度甲掠开，换个这拄啊会点甲日本的海上的这个防线切断。伊为南洋遐要运一挂石油，啊就空船要倒来练呢，吼、哦，都要咱海上个封锁起来。日本本身无啥物资源，无石油，无空船，无铁砂，你若无铁啊，无都练钢、练武器，吼、哦。啊，但是麦克还是讲袂使。菲律宾是咱美国个领土，咱美国从来毋捌碰见。一个领土，一寸的领土，拄啊菲律宾向占领，这为着咱的国家的尊严、民主，咱爱先把菲律宾拍落来。啊，所以啊，伊个主啊，甲这个老师讲哦，你若听我的意见哈，我的战略，那么我会甲你支持你选连任哈，替你邮票安尼。啊，所以尾啊，准先拍菲律宾。啊！甲菲律宾占领落来了，甲日本咱的日本军打败了，过来就日咱的日本这边就想讲，安尼过来就是要摕台湾啊。所以日本就甲当时伫中国的东北遐常用的上精良的部队叫做关东军，调两师来守台湾。啊，那么这个麦克阿瑟的评估讲，哦。即嘛，若要阁拍台湾，啊！即台湾内底拢总是日本人，因为咱迄阵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拢是日本人，跟菲律宾无共嘞。菲律宾干那日本军吼、哦，十几万，剩个拢是伊较早个迄个伊个殖民地迄殖民，安尼要拍台湾真困难嘞，可能爱死作个美军，啊！尾下因阵发明这个跳岛战术，讲无来拍琉球，即地较细地，吼、哦，较好摕。唔知影讲来拍这地，我那四乡甲要办五个吼。啊，琉球这人本身嘛足尊敬这个天皇，因拢想我那死我要替天皇死，这是足光荣的代志。这是当初的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甲这个武士道的精神的教育所造成的。所以，迄个拍死要拍这个琉球这细地，都四万五个。美军大兵哈，所以美国尾啊，即、這个迄阵换杜鲁门做总统，迄罗斯福死啊。杜鲁门较唔捌讲忍痛讲，哦，敢那拍一个琉球，我着死万五个。啊，那日本四大岛遮大，安尼我唔爱死要几百万的美军，安尼规矩原子弹杀来轻较紧啊，是安来吼。所以一个岛事要甲讲落无遐简单哈，尤其。那内底拢是日本人，你著足歹讲嘞，吼、哦。而且咱台湾就变作麦克阿瑟所讲的是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吼、哦。啊，咱即马来讲，咱台湾遮你看，你南洋遮物资要送来日本，吼、哦，拢来经过台湾，吼、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足重要的，吼、哦，一个防卫这个战略要地，吼、哦。OK， 啊，所以美国的第一岛链伊就为南韩。甲日本、甲琉球、台湾、菲律宾安尼，甲中国包起来，哈，这是伊的第一岛链。那么即马中国，伊即马较有钱啊，啊，全世界用网络去共偷一寡技术，哈。较早你若要共偷技术，你得爱派人去迄个国家，啊，混充做因的人，想办法印证入去，啊，佮入去迄个实验室，较会当去偷到遮物技术。即马免网络。用网络骇客了，甲你骇入去你的资料库内底，甲你的技术拢甲你偷走。所以这几年中国发展遮紧就是安尼，因用人海战术，吼训练几十万人的拢是网军，拢咧全世界各民间的这个机关团体哈，还是政府的军事的这個研究迄个中心，吼拢去阿咧共偷得一寡技术哈。所以这几年中国。伊个武器进步真紧，吼！啊，那么台湾伫这个位，啊，台湾是个足水足好个所在啦，吼！我常咧讲，哦，台湾是宝岛，
国民党来这歪六十八年啊，也歪袂倒。哦，咱这一年三休嘛。当初日本是因为摕到台湾，靠有这个粮食，吼、哦，较有较多自给，吼、哦，规个咱这三休，你若当日本的北平，这一年休一届呢，吼、哦，北海道，啊，咱像阮屏东这边一年种两届稻啊，一个杂粮就是看大豆啊类，还是番麦，吼、哦。所以日本摕到台湾，伊较有能力来拍南洋，因为台湾煞变人诶，哦，日本诶即个进攻南太平洋诶即个前进基地哈。好，啊，即款台湾变啊即个罗马国家，不是讲咱是因诶一部分。啊，当然咱必须顶告美国了，日迄个中国知影讲啊，台湾已经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伊即马无咧讲。即句啊，拢讲台湾是伊个核心利益啊，哈。好，我定咧康师梦想吼，照讲咱是爱联合啦，哈。美日哈，日本甲美国来顾台湾，因为马英九伊联共制台，啊，咱台湾人哪会怣怣拢用马英九咧甲咱骗？伊用毒美牛的这个牛排这个事件来互咱来反美。伊讲，我美国人作要求咯，拢要予咱食迄有瘦肉精的牛排，吼。所以，伊用这咧予咱台湾人反美，啊，过来利用迄个马基奥这伊跟伊男朋友拍台湾的司机的事件，安尼透早到暗拢咧报这件，予咱台湾人来切日本人，吼，即予咱去仇日，因为伊作惊咱联合美日来过台湾。或者这点咱爱卖许便宜哦哈，所以我有时啊常咧想讲，台湾这美丽岛屿，哪会拄啊变了一个罗马？哈，定要来甲咱求哈。啊，如果我咧想讲，那咱这讲笑谈哈，到咱之前，我想讲，咱来开一个国际标啦，哈，甲咱台湾哈，看会点，那来是真唔知偌好咧。变变变，有一个大国家，啊，得爱一个较民主、自由、法治的国家嘛。我讲，那开国际标开两项的了，一个叫全世界上好科学家、哦、公司，你搞发明上大机的机啊，上来会点为台湾会较个切落灯，啊，过来发明上大粒的眼镜，上有力的眼镜，到底会较啊，准个晒来到这个搁浅。哦，安尼。啊，中海飞弹即马拢讲差不多300公里到500公里尔，伊若要拍，哇，拢到遮都落落去啊！哦，要拍来到遮困难啊！比如你遐做洲际飞弹，遐足寡粒的，迄一粒若无一亿，迄个人民币可能做袂开吼。伊无遐侪钱啊吼。啊，若毋是无说是拍着过头，煞拍着美国，往美国就甲修理啊吼。OK， 过来咧讲。哦，即马阿强啊，武力外强，拄外强吼。但你来看，因即只甲乌克兰吼，较早苏联这个乌克兰，甲买这个康克顿，或者瓦良格号吼、哦。啊，即结果因为因迄、那个航空母舰，那美国伊是用弹射器啦吼、哦。啊，飞机落来爱用拦截锁甲扭，搞咧爱刹车冻掉了，啊，若无。本身伊飞行机的刹车刹不住，会落落海的。啊，即卖俄罗斯不爱卖伊这条瓦拉索，因为这条你看是简单，但是这条爱作轮，爱个作用有弹性，啊，无你扭几下就扣伊啊，吼。啊，这个基础材料科学，中国无法度做这条瓦拉索，吼。啊，伊不过不爱卖伊，啊，所以这条煞并不保存的，因为。无人机无法度降落，你即马较近，要看不到无人机也当带遐起飞那个落来，做一个完整的迄个影片互咱看无。伊即马就拢无人机飞触到甲板，随个起哩安尼俩，拢咧训练者。哦，要无在条做只讲，会当停落来，我也唔捌看到这影片吼。好、哦，啊，这就瓦良格号，哎、啊，当初伊辈是。俄罗斯都弄吼，乌克兰伊弄甲内底
动力吼、哦、系统拢已经炸掉啊吼、哦，武器拢拆掉，所以空壳船稳当啊。啊，所以因来家己去斗原因。啊，你看伊个技术，伊原因拢加 O N。啊，这都免啥物 G P S 卫星定位。啊，都若看遐咧枪啊，安尼就是航空母舰底下飞弹甲炮下就对啊。吼、哦，啊，这真正。一旦伊这你讲讲啊，我就是遮啦，我咧承认我伫遮，我说伊无都做较好的原因哈。而且瓦良格号，咱甲讲哦，咱甲咱用台语讲啊，这都我两公号嘛，哦，啊、真正有两公吼，你看清个清个，啊，即马咱甲灭了吼，甲消遣了伊歹势讲啊，无我改做四人号，我台语读个讲四人号。我即马伊根本讲咱个河安尼歹听，伊嘛阁改改辽宁啦，啊我辽宁啦，哦，过来伊即马唔知要改啥，哦，啊这真正两公啦吼，啊你看因的成军的是拢无无人机，吼、哦，一只航空母舰若无无人机吼，我迄会使讲或者靶船，因为航空母舰一定要有无人机伫伊的周边。三百海里以来拢爱所谓嘛哈，战机先有侦察跟防卫性能哈，啊你无无人机，你都遮大只，顶多做好怕哈，啊佮你家因家讲我伫遮安尼吼，做好怕。啊你讲哦，中国即摆科技外高啊，武器外好外强哈，咱来看讲，人美国1969年四十几年前，人伊就登陆月球啊哈，哦阿姆斯壮哈就登陆月球啊。那么，因中国吼，好吧，因啊，即马美国伫1982年搞的有用一个叫做美国太空司令部，迄阵1982年迄阵拄好，雷根做总统，哦，伊发明一个讲，伊要发展太空武器的作战或者星际大战，哦，啊，就发明讲伊已经有杀手卫星啦。哦，啊，苏联落去阵就惊噶，哦，我那赶紧对咧发展，其实美国无开介侪钱伫这个太空这个武器的研究，但是伊就拢用假情报提供予苏联那边，予因知讲，哦，我美国已经去发展一个啥物武器作用咧，会当甲苏联消灭，啊，苏联紧张咯，就往开所有的大部分的精神物力。甲在迄落财务拢甲投资伫即个武器研发，啊，所以造成即个苏联吼经济崩盘，到尾啊，有咧大家排队买面包，爱排几波还是几工咧，啊，变成无啥物生产力，所以伫1990年苏联就瓦解啊，吼，啊，即个呢，迄个美国的用即个太空武器战略去甲吓惊，互因。开足的伫无路用的、无生产力的这个武器研发电源，吼，啊，造成因苏联经济崩盘，哈。好，这个太空司令部的骂骨了，哈。啊，你看，2012年旧年，因要搁咧学，吼，中国来学太空的对接，哈。啊，人1969年，美国就已经登陆月球啊。啊！因较咧学太空舱对接啦，啊咧学什么太空漫步，干那遮你就输美国输40几年，好、哦，好。那么过来，咱来讲台湾，定来讲，咱一挂独派的人哦。啊，台湾已经经过多年来民主选举了后，逐渐转变做主权独立的国家。讲完咧代志。这伫国际法来讲，无也无这个例啦，哈、哦。国际法嘛无这个法源，哈、哦，啊无这个先例，哈、哦。啊，台湾这个战争在还未形成，吼、哦，主权定要搁底下伫美国的手里，暂时迄个定掉咧。好、哦、啊，你要注意哦，暂时握有台湾主权，不代表他拥有，握有不代表拥有。就刚才讲，你伫路边看人。男女朋友手牵手握有，但是迄个女孩子不一定要嫁你，吼、哦，查甫嘛不一定要给伊娶，吼、哦，握有就伫遐咧握有咧，哈、哦，
好，所以握有不代表拥有哈。OK， 啊，美国嘛有讲啊，台独代表战争哈。啊，我这地好不容易，我美军死啊，这下底下伫我手里，啊，你要搞独立无？你用公道就要独立搞？啊，你拢无搞，我美国看在眼内哈。所以美国台独就要代表战争，我美国就要派陆海空军，包括海军陆战队来跟你拍哈。而且真侪人就是讲，拢用讲，我爱用民主的程序，民主程序你爱一个合法，吼、哦、合理呀、啊。啊，你若干呐用公投就要台湾独立，这不合法嘛，不合理，因为你阿未讲这个战争在阿未行，吼、哦。OK， 而且独派各界拢爱用讲，只要2300万人。公道决定，啊，就决定啊！啊，其他的国际法律拢无要管吼，这安尼唔对啦吼。好，啊，咱来分听讲，日本国兼大日本帝国有伫领土上来做一个区别哈。以前的大日本帝国就只红色的这种事哈，包括台湾，包括南沙群岛这啊。南沙群岛迄东西叫做新的南部的群岛，叫做新南群岛哈。这是大日本帝国红的，但是战后，依据波茨坦宣言啊规定，干来顶留四大岛、北海道、哦本州、九州四国这吼、哦，啊琉球甲台湾都拢类似托管。琉球是联合国委托美军军事占领托管，啊台湾是换美国委托，美军委托蒋介石的部队。来类似托管来占领吼，讲这個意思。啊，这日本国就干那存，即卖日本国就存这个安尼啦。吼，啊，日本国因为麦克阿瑟的和平宪法甲改因的明治宪法讲规定，伊袂使有军队。吼，啊，伊无发动战争权的权利。吼，甲限制伊，袂可以发展武器。吼，甲这个军队。但是尾仔因为韩战爆发。啊！美军规个拢为日本调去打南北韩的战争，啊，所以日本作抗议，啊，所以美国较要求无你爱做自卫队，万一哪人甲你拍的时，你爱有防卫能力，吼、哦、啊！但是自卫队你袂使派出去国外，吼、哦，你干来当你在你本土孤立家己听，吼、哦，啊，这是自卫队来源，哈、哦、，OK。但是。这个新的日本，吼、哦，咱今麦在讲这新日本，就是麦克阿瑟和平宪法了。伊这个，伊伫1952年四月二日正式脱离大日本帝国，吼、哦，加入联合国，吼、哦，伫1956年加入联合国而自治。伊这个定义呐，讲较歹听，也在讲是背叛日本天皇，吼、哦，因为伊定义脱离日本帝国嘛。啊，加入联合国，啊，联合国是当初大日本帝国的那个敌对国家嘛，吼、哦，盟军嘛，尾仔只盟军是成立联合国，吼、哦，啊，伊即摆去加入盟军，等于就是背叛天皇，哈、哦，啊，所以伊即摆要开始要改宪法，开始要去尊皇，要倒转来尊敬天皇，哈、哦，好，啊，即摆。日本政府目前这个新的日本政府是一个自治政府呢，哈、哦，伊唔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哈、哦。因为你看，你若买一个完整的国家，爱有嘛爱有军队啊，啊伊无军队，干那自卫队，哈、哦。OK， 好。啊，咱即马咱我有大概讲了，讲咱这个公民身份证这意涵，发这什么意思？就是要区分本土台湾人甲外国人。我常咧讲，台湾敢若两种人呢，一个本土台湾人，啊，剩的拢外国人。哦，台湾无外省人哦，你莫莫讲中国人叫做外省人。所以咱以后的 class 分类有一个 TW， 你若 TW 就是本土台湾人，以后开当做公告人员。啊，那这个分类个咧写 C， 迄是中国难民 ，Chinese exile 哈、哦。好，啊，这咱是有依照这法令哈。哦哦，咱是有先通过一个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哈，啊，这咱咧拟定的是有上有美国，有台两个件，哈，
哎，上到第三届，伊较讲好，啊，恁做了安尼 OK， 没有什么疑问啦。伊较荷兰讲安尼会使来公布实施，啊，恁依照这个公民权利法来发，头拄迄个台湾政府身份证哈。所以讲，我是台湾人，唔是中国人。那么你要安怎证明？你都要提这张哈。啊，我爱台湾，我提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唔是提这张，哈，唔是提车轮牌这张哈。所以你拿去甲朋友讲。利用这个方式去甲介绍，台湾人是台湾人，吼，中国人是中国人，中国人较提中国的身份证，台湾人爱提台湾政府发的这张够芯片的身份证，吼。啊，这申请书哈，啊，这日数没在。好，实施有两种哈，咱台湾嘛有两种嘞，哈。啊，咱来看，好，这有一个政治的台湾，啥物话叫做政治？就是咧，诸葛前讲了，政治是高明的骗术哈。讲人啊，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哈。会当讲硬的，会当讲扁的哈。啊，这就是呢，流氓的中华民国的这个政权，就是即卖台湾治理当局，伊的头家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啊，伊顶完的头家是国务院，哈啊，总头家是美国总统。啊，过来，咱有一个法律的台湾，哈，就是咱台湾民政府，伊的头家是美国台湾军政府，哈，啊，过来，美国的国防部，佮起哩嘛是总头家是美国总统。你看这两个系统，这边会在人民公党、人民公西，这边都唔是哦，这一板一眼哦，君主政府就是一个命令。一个行政命令就是你要照这个命令，军事命令，好，就是最高权力，你一定要照这个命令完成任务，好，安那无军事审判，哈，所以这边一板一眼，这就是安那台湾一个发生，好，像1996年台海危机，美国随国防部随开派航空母舰战斗群来到台湾，这边未使凊彩讲法律的物件。就是较死，规定安尼就是安尼，你要照这规定做。啊，这边就唔是啊，吼、哦，不只在咧协商，吼、哦，连会使安尼，连会使安尼，吼、哦、，OK， 这要咱来了解哈、哦。所以，咱的头家是这个系统安尼来，今个台湾地理当局是这边哈、哦 OK ，所以一个美国在台协会就一定管台湾的地理当局啊。啊！这内底今，听讲剩40-50个尔，吼、哦，伫个台北市的信义路，哈、哦。好，我对咱本土台湾人有真大的期许，哈、哦。台湾拄啊像这张树啊，嘛国民党啦，拄啊像这张树啊安尼，住咱台湾安尼生根炭真济，啊，食甲肥肥啊，发甲青青安尼。好、哦，啊，咱台湾人哦，咱有迄、那个啥物？大话新闻啦、啊，还是什么新台湾加油啦、啊，头家来开讲，拢咧，咱咧咧个伤害这张树啊，拄啊风台咧扫树啊尾呢，咧个扑树啊尾呢，无伤到伊，无大伤的对吧？那么咱台湾民政府这个法律行业，咱要来叫醒所有台湾人，做伙来挖这树啊根，甲挖断，安尼连咪伊树无物件吼，连咪就打去，连咪风吹就变过啊，吼、哦，咱来收就是要做这工过。啊，台湾有水无？水吼、哦，你有爱台湾无？有哦。听讲江泽民甲胡锦涛嘛作爱，真爱台湾遮水，大家拢爱吼、哦。但是可惜水人无水命吼、哦。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哦，咱后一节课是咱的中央妇女总会诶会长，迄、那个郭会长要甲咱上课吼，啊，甲这个时间我让伊吼。好，多谢各位，谢谢。大家请起立。今日下课休困10分钟。